我是一年级的小歌手陈思诚。我是一年级的火星人李浩玉。周五的新年班会，我们将和花花老师一起唱童年。哪个花花老师啊？就是华晨宇。千万不要错过哦。星期五晚十点，香飘飘奶茶特别的班会，送给特别的一年级。快乐中国，在一起更青春。